大家好，理工说仪表，只说好仪表。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投入式液位计。然后有很多人问我，这个投入式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啊。其实这个投入式液位计，它也可以叫做压力变送器。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芯体，也就是压力传感器的芯体。然后测量出来你这个液位的压强之后啊，把你这个压力转换成液体单位就可以了。在这个转换单位是一米，一米的液位等于十 k 帕的压强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测出来是十 k 帕的压强，那你的液位此时就是一米的高度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一起学习投入式液位计的知识。